我们谁先谁后呢？那年纪大先上吗？咱们平均年纪大还是怎么着？什么意思？平均也是你们年纪最大，好吧？那行，那我们石头剪刀布。来，男士们，男士们，输的先上吧。啊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好嘞。什么鬼？上吧。怎么莫名其妙变成我们了？哎，我们是第一名，然后做沙疗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来吧，来吧。不管在年龄上还是体能上，我们都是平均分最高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我们先活动一下。哎呦，感觉很专业。好，来吧，开始。哎呦呵，呵，哎呦呵，还真挺快的，挺溜啊。K 哥挺快的 ，K 哥可以啊。沙里飞，慢点。我们不要争第一吗？快啊，慢点。哎呦。不行了，我的天儿，飞不起来了。咱们第一了，郭老师上这台阶估计得上有十分钟。哎，哇，这好喘啊！啊，腿、臀都练了。啊，你先滑呀！我先滑不行，我等你一起。你先滑，你只能一个个滑，笨蛋。快，快点！光爬上来就累死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做？我就坐上是吧？哎，对，坐上去。哎，我操！必须给我放到这个。这个。哎。哎呀。对。然后呢？手这样的。哎、手放到那儿就可以了。这儿是吧？哎、走了。滑得比我远，他们多少秒？裁判，4分18秒09。哇，那很快哎，这还叫快吗？这怼我们。我断定郭老师应该走到就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他就会停下来。别停了，郭老师，我看好你。